一次性无菌口鼻器物给药器操作使用教程，精准给药，安全高效。从标识处撕开产品包装，取出注射器、塑料针头，将塑料针头旋紧至注射器上，揭开疫苗瓶盖，取下塑料针头护帽，将塑料针头对准吸林瓶胶塞中心位置，抽取全部药液。抽取完毕后，套上塑料针头护帽，旋下塑料针头器用。取出雾化头，将雾化头旋紧至注射器上，捏住限位器尾部，将凹槽两端朝向法兰盘一侧安装至心杆上，推动注射器推杆排出针头内空气，使限位器凹槽两端抵住法兰盘。90度旋转限位器与注射器法兰盘垂直，受重者头部微微后仰，用雾化头抵住一侧鼻孔，快速推动推杆，完成一侧鼻腔接种。取下剂量限位器，雾化头抵住另一侧鼻孔，快速用力推动推杆至底部，完成全部接种。